要两门车，又要经济，又要开封，入税又要便宜的，有什么车？看这边。世界上最好卖的敞篷车就是它， Mazda Roadster MX-5。 它有两个版本，一个是 2.0， 一个是 1.5。 其他的我不讲，我就讲身后这一台 2.0 的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 2.0 RFRS 它到底是有什么选配。坐上来娇小玲珑的它，很有包覆性的一个 Recaro seat 先保证你，过后还有一个 Bose Sound System 的音响，大永春式的 manual 一定要有六度手排，还有这一台它来到呢是有 Mazda Speed 的 Aero Kit， 整套包围是包括了的，17寸的轮毂。听说这台你开这风的时候下毛毛雨还不会淋到你，因为它的 aerodynamic 做得很好。这辆还有一个 bonus 就是它的 carbon steering 是重新封过跟重新上 carbon。 最后还要补充一下，这台是一辆 ND2 的 model。 佳慧哥讲过，你驾马自达，怪不得你塞车。而我觉得驾车不一定要快，但一定要帅。